然后那我们发材料下去，请大家体验看看。小朋友现在动手又动脑咯。这个小朋友你几岁？11岁哦，因为有个11岁小男生已经把他此生第一招把妹绝技学起来了，他第一次就成功了。哇，哪边？哇，这边也成功了。哇，有没有很难？很难哦。哦，这组年纪太小了，这个妈妈要帮忙一下。他听得懂妈妈吗？来，这组，给一个大哥哥来照顾一下，来，书店。小心哦。好了，好了。好，很多组都成功了。如果你觉得这一幕很有纪念意义的话，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拍照，证明自己曾经成功过。如果你还没有成功，也不要灰心，回家随时可以做，对不对？这些东西家里都有。好，大家可以尽情的玩，都玩够了，我们再开始下一个，好不好？真的很辛苦，真的，折半，都比较小，很好，很辛苦。好，我们去吃西餐。刚刚是你在那个上菜之前，你先耍了一个小把戏，对不对？看能不能这个博得女友的芳心啊？接下来就要上菜了，对。好，我们刚刚已经做完那个面包的实验，第一道菜通常是上面包嘛，对不对？面包完之后就是汤，汤一定是玉米浓汤吗？好，沙拉我们今天不做，下一次我们来做汤。这是什么啊？因为朱老师比较穷哈，我们家没有那个厨子可以帮我做汤，就只能喝这种，就是杯汤哈，玉米汤。对对，然后我又很懒，不会做汤。好，那知道我要在哪。来，这个是这个跟糖果的实验不一样。我们要做这个实验呢，它的变化非常小，所以你要很仔细看。你可能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但是今天做完这个实验以后，下一次你去吃西餐的时候，或者你在家里喝汤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喝汤咯。啊，请给我热水。等一下会发材料给各位哦。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汤很香，想把它喝掉也没关系。好，谢谢。
好，我先把这个倒进去，非常忙哦，倒到杯子。我没看到。不用看，摸到我，摸错糖果，来看一幕，一幕。喂，小朋友不可以过来哦，过来我就停止动作，就不玩了。要不然我就要拉封锁线喽。好，要冲什么？洗澡的热水，好吗？你要用玉米汤洗澡，我有意见。好，搅拌均匀。我们要做的实验是，待会你们每个人可以冲那个家庭了哈。我发现，你在喝汤的时候，你可能会怎样？你会做个动作叫搅拌。我会像小狗一样。好，等一下请你吃饭，我看跟你讲，注意做哈。你在搅拌这个汤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哦，我现在以我的方向是顺时针搅，搅完以后我停下来，汤是不是一直顺时针转？来，再看一次。看那里，看荧幕，因为现在要特写，所以你看这边也会比较清楚。好，汤在停下来的时候，啊，因为你们一直踢到我的讲台，好，我先跟你们说明现象哈。一开始如果是这样转。然后停下来之后呢，整个汤停下来之后就整个停了吗？就再也不会动吗？不会，它会倒转一点点。刚刚是这样转对不对？你要停下来以后，你会发现那整个汤会停下来，然后转过来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哦，所以要非常仔细的看。再一次哦，不要踢我的讲台，一踢我讲台我实验就失败了。没有，回来了。有没有？有点转回来。我就看一下。看到。可能有人会觉得可惜，这包玉米怎么这么多啊？好，再来哈，再试一次。好，不要踢到我的讲台哦。好，停下来。只有一点点，再试一次哈。你们可能后面的朋友不知道我这边发生什么事情，我讲台一直在动，因为有很多双小脚一直在踢我讲台。我有非常多热心的小助教想要帮忙。好，所以我再做最后一次，待会各位可以去看你做的实验是不是跟我的结果是一样。它又往回转一点点。好，如果没有的话，用你待会发下来的材料试试看你的实验会不会回转。好，请工作人员把材料发下去哦。前面还有，就是我的。好，我们请每一个以家庭为单位拿一包汤。如果你做完实验想好，来，
冰块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哎，到底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因为它中间是不是白白的？是，我的助教说是就是。那中间有没有白白的？有点比较白哦，有中间比较白，很冷啦，哎，中间有没有比较白？有，来，你们自己桌上都有，为什么要拿我这颗啊？观察一下你桌上的冰块，中间是不是比较白，旁边比较透明？所以你的世界还停留在喝汤也没关系，因为你的眼睛没有事情做，你可以看冰块，你的嘴巴在喝汤也是可以看一下冰块。好，我们把刚刚那个喝汤的讲完，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转一转最后会停下来。哎，没有人要理我了，你在喝汤，他为什么转一转以后会停下来？谁知道？哎，有人说了，谁刚刚说摩擦力？哦，谢谢，摩擦力嘛，它跟你那个杯子的边边接触的地方是不是摩擦力？摩擦力就让它停下来，对不对？所以一层一层一层的摩擦力就让你的那摩擦力的方向力跟你转的方向是颠倒的，对不对？所以说最后整个停下来，摩擦力还在作用，就会让你往回倒了一点点。好，三。二，一，我们现在要回到冰块的世界。刚刚有人跟我说，冰块是透明的，可是冰块的中间会白白的，对不对？好，谁知道为什么？我不管怎么做冰块，冰块中间通常都会白白的，里面有水，不是整个都有水吗？里面有水。好，谢谢，请回坐，请回坐。里面有空气，谁说的？好，叶翔翔同学，里面有空气，为什么就白白的？请问你，我旁边，好停，我旁边有没有空气呀？有啊。我旁边有没有空气啊？有，对不对？有没有白白的？没有嘛。可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这样呼吸的时候会怎样？会白白的，对不对？为什么天气很冷的时候，呼出来的气就变白白的？哦，变成很多小小的小水滴，对不对？好，谁能告诉我天上的云是什么颜色？白色。白色的云是不是很多小水滴？对。浪花。浪花有没有看过浪花？哗哗哗，破掉之后，那浪花上面那个是白色的，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小气泡在里面，所以它就变成白色的？所以刚刚有小朋友跟我讲说。这个里面白白的是空气，没错，这里面白白的都是小气泡。可是为什么小气泡会跑到冰块里呢？因为那边热的时候就有气。好，凝结的时候里面会有空气。水里面就有空气啊，那为什么它凝结的时候不凝结在旁边，要凝结在中间呢？中间空气的。好，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冰块结冰从什么边边开始结，还是从中间开始结？啊？哦，这个没有做实验，回家给我做实验。从中间的话，那个合理。哎，你不要一直夸我，这样我会害羞哎。你不会回做？可以。好，大家回家去做实验。来，再给我安静，三、二、一。谁的糖果不要了？谁的糖果不要了？他说我的糖果不要了，他说我的。好，我跟你们讲哦，从边边开始结，温度越低的时候，水里面的空气就会越少，所以咯，冰块在结冰的时候就会结成透明的，所以我要讲快点。好，开始结冰的时候变成透明的，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的水要往哪里跑啊？从边边开始结，它只要往中间跑。跑到最后没有地方去，就是一大堆小气泡，那些小气泡让你看起来颜色就是白色的。除了这个以外，好，我们不要讲放屁好不好？你在水里放屁哈，好，它游过游泳池，大家不要去哈。好，来，这个东西跟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实验还蛮像的。
这个跟天上的云为什么是白的，跟浪花为什么是白色的浪花，跟刚刚那个结那个小气泡或者我们哈气的时候，这些东西原理都非常类似。我们下一个要做的是餐桌上会有什么，会不会有盐，冰块融化，融化冰块的时间已经做完了。来，餐桌上会有盐跟糖，对不对？对不对？来，一个小朋友来，我先坐好，我就选你坐好。哎，小粉丝先生你也坐好。来，这个是糖，这是什么颜色？你确定糖是白色的吗？还是透明的？到底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好、哦、奇怪嘞，今天为什么问问题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这什么颜色？透明。哦，变成透明的。白色。白色啊。白透明。哦，好烦哦，不玩了。糖到底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奇怪、欸，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哈，来，这个是什么？糖，对不对？好，我这边有水，看到吗？我把水滴到糖里头，滴下去的地方变成什么颜色？滴上去变成透明的，原来是白色的。好，想告诉各位的是，糖看起来是白色的，盐看起来是白色的，跟云看起来是白色的，其实都是类似的原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实验就是要用到手上的糖果了，谁可以把他的糖果借我？好，谢谢。这个糖果有什么颜色？黄色的。你确定它黄色吗？透明。黄色。有没有人要说白色的？有没有人要说这个糖果白色？我。你过来，你仔细看，这是什么颜色？黄色。这什么颜色？哦，黄色。哦，它近视，我不能怪它。好，那你回去。这是什么颜色？你有近视吗？你没有啊。哦、没有闪光哦，好好，你眼睛过敏。但是这什么颜色？黄色，所有人都同一个黄色吧？黄色，透明的黄色。给我道具，给我道具。来，我跟你讲，它不一定是黄色。这什么？小陈哦，仔细看哦，仔细看哦，我敲下去的地方变什么颜色哈？仔细看哦，哎，不可以碰到讲台哦。敲下去的地方变什么颜色？白色，对不对？好，我狠一点吧，我把它敲烂。什么颜色？为什么变细变小以后就变成白色？它有色素，可是我现在让它变白色了。还有糖浆。啊，你说敲一敲色素就不见了？糖浆。不是。回坐，糖果敲成碎的，是不是就不是糖果了？还是糖果嘛，对不对？它颜色怎么变了？糖果粉。如果你糖果原来是绿的，敲敲变成白的；红的敲敲变白的；黄的敲敲也变白的。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看过一种东西叫做冰糖？有没有看过冰糖？糖很大一颗，有没有？它是不是透明的？可是呢，刚刚朱老师拿的那种细细的砂糖，是不是就变白的？所以你刚刚做的实验就是这个实验。大颗的时候是透明的，敲成小小细细的一颗一颗的时候就变成白色，这就跟云是白的原理是类似的，很有意思哈、哦。自然界云是怎么形成的？怎么会跟这个糖果然后敲碎以后的样子是一样的？太奇怪了。好啦，我们刚刚不是用了红酒杯做实验吗？总是要喝酒，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好，你做过了，待会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像朱老师一样啾啾，然后就让它平衡，好不好？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神奇，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要请我的朋友喝红酒，然后就从架上把这样的红酒拿下来，哇，哦，这边有重量，这边有重量，可是这边很轻啊，这边很重啊。来 Ellen 你过来，你来拿拿看这个有多重。那你刚过了，有几名的人不来？好，把每一组的瓶子跟木桶都放下来，大家都可以玩，好不好？不一定要玩老师的这个，老师没有特别好玩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力学平衡，你可以用红酒瓶做的实验。好，大家玩完这个实验以后，我们要比赛哦，我们要做比赛哦，所以。比赛赢了有奖品哦。好，那个工作人员帮我准备吸管，下一个比赛。来，上礼拜有玩过大气压力的小朋友请举手。好，谢谢。知道大气压力很厉害，对不对？对，很重。大气压力很重。很重，所以我们待会要做的实验，跟大气压力有关。那我们来做一次哈，就是每一组都会发一瓶饮料。不是每个人哦，不是每个人哦。好，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好，但是我们今天不做这个实验。好，大家都很会玩这些。你们是那个什么？圆圆追追追，还是那个 Miss Buster？ 看太多。好，所有小朋友回坐，因为我们的比赛现在就开始了。如果那一组小朋友不乖的话，就要开始扣分了。小丁，请给我吸管。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比赛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哦。那我们现在要讲比赛规则，所以第一条，从现在开始，哪一组的小朋友不乖就开始扣分，这是第一条。来，我说什么？哦，他在哭了，叫你。来，我说什么？小朋友不乖，那主要什么？扣分。扣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待会的实验呢？每一组只发一罐，但是每一组每个人都要帮忙，就是要合作。喂，合作做什么呢？我们把吸管接起来，接起来，然后你再要接几根吸管？吴老师不是有跟你说大气压力你可以接到多高吗？两根吸得到吗？接到，好，两根就吸不到了。不会啦，没那么逊。好，我们接三根好不好？可以到100根哦。好，三根，再吸吸看可不可以。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比赛规则咯。每一组呢要做一支很长的吸管，而且是要大家团队合作做出这个吸管。这个吸管总共要多长？10个吸管这么长。好，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做这个吸管。做完以后要干嘛？每一组要派一个代表出来比赛。
比赛怎么比赛呢？谁最快把他们那组的饮料喝完，那组冠军。用这个十个吸管的长度，好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要发料喽。好，料发下去，朱老师这边开始倒数计时，发料的时间我们算一分钟。好，时间到，来，各组停止制作，来，我们运动家要有运动家精神喽。好。小组长就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小组长就位。好，好，预备，开始。用力吸，用力吸。哦，吸不到的就是漏气了，赶快修你的吸管啊！啊，刚刚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好漏气了，吸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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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地方没有接好，吸不动。有没有哪组吸的比较多的？我先看，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加油，加油。奇怪，怎么都吸得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哦，有漏气，对不对？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尽量都。好，我们还有三分钟可以喝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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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没有，他一名跟第二名了。来，发奖品。第三名，大家第二名，我们也会有奖品的。那个，请十二组代表来。我们做了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椰蛋限量版的购物袋，很可爱哦，椰蛋限量版的。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代表领。OK， 好，谢谢。那个今天的活动原则上要进行到这边，虽然我们安排了很多东西没有做到，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今天只是餐桌物理学的第一课，以后还会有第二课、第三课、第 N 课，所以欢迎大家注意我们的消息，然后随时上网报名，然后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见到你们。非常谢谢各位今天来，那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谢谢。好啊，麻烦各位在离开的时候呢，还是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哈。那你填写问卷的认真程度，会跟你未来这个能不能成为我们的 VIP 是有关系的，所以麻烦尽量给我们一些意见。那填完问卷以后，交给工作人员。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